除了这种方式，我还要再跟你们分享第二种。第二种，美工设计是不是要放一张图片？那一张图片的话，我可以先上传上去。例如说，我先把我的图片放进来，刚刚这个图片先放到这里。放到这里之后呢，我这边的美工设计下面放一张图片，图片。所以在这个地方 ，Google 云端硬碟嘛，我就可以去找哪一个资料夹，这是刚刚我放图片的那个资料夹。这里面我是不是放了这一张图片？选取，好，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。那假设了，假设我现在我就不一一全部都做完，我就把我刚刚做好的这两张有图片，程式设计这里面我插入 Google 云端硬碟。假设是这一张图片，办公室应用插入图片，这一张，最后一个是影片剪辑图片，好，这样我是不是就把一些相关图片都放上去了？就简单，我只是为了等一下你们切换的时候，你要稍微有点印象啊，对不起，那最后这一页还不行，放这张。这张图片不要的话，你可以点 delete， 或者是刚刚这个地方有这个 delete。好，等一下我换一张，换企鹅的好了。好，我只是为了等一下切换的时候能够让你们稍微有个区别，不要都是只有字而已。好了。这样子是不是简单的说这个网页雏形出来了？等一下我要谈发布咯，来，请你们动手做一下。